Oh my god！ 哇，你干哪了？这是？我刚刚从香港坐飞机飞到这里，哇哦，飞了好久啊，好堵机哦。喂，你确定坐的是飞机，不是拖拉机啊？啊 ？Oh my god！ 啊，头好痛哦。没关系，可能是今天在飞机上太热了，开窗子吹到了。定了，是拖拉机。你要是惹我生气了，你就哄哄我嘛。毕竟我这个人看到台阶就下，嘿嘿。家似呼来，书能下酒，侠情一把，云可醉人。卡哇伊。我的公子有最豪华，为求你万里家园，睡了黄冈中状元。我要去踢馆，我要去踢馆，我要去踢馆。Kiki, do you love me? Are you riding?Say you never ever leave from beside me, 'cause I want you and I need you.我的天啊，我居然去吃了成都最贵的川菜，菜单分为几个等级，880、1008、1680、3008，一位哦，真的是贼贵啊。第一个菜叫做直挂云帆济沧海，全场体积最大的菜，是用3A 的雪花牛肉制作的哦，吃起来特别的嫩滑，贵是有贵的道理啊。这个冒着仙气的叫做荷塘月色，里面的鱼是四川特有的河鲜，叫做三角风，特别的好吃，我已深深的为它着迷。这个真的不是盆栽哦，而是一道菜，叫做春华秋实，意为春天播种，秋天收获，上面铺的可不是泥土，是巧克力粉哦，能吃的，不想吃的话就把图扫开，因为我要开宝藏啦。当当当当，粗粮会松茸，满满的五谷杂粮，味道也是够鲜浓的，以为这只是一个西红柿吗？哼，天真。里面有一颗大鲍鱼哦，我直接薅的一口就终结了它，必须为这道帝王蟹打 call， 太好吃了，满满的蟹肉，木瓜雪蛤怎么说呢，不是很喜欢，没有味道的味道。他们家的餐具用的都是景德镇定制的青瓷哦，太土豪了吧。嘿耶，向左向右向前向后，哎，妹子干嘛呢？我的车被堵在里面了。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？如果有的话，试试我的方法，路面清道夫。看到这个界面了没？画面清新朴素，设计风格既含蓄内敛，又不失其贵族气质，尤其这边的投币装置简直是超级接地气。怎么还要两块钱？做特效不要钱呢、啊、我的车，啊、给我一次机会吧！左，向右，向前，向后，向左，向右，向前，哎，向后。我是个保安，怎么了？但是我挣得少。怎么了？我很骄傲。这我就没想你这么直白，我就不是。那您一个月挣多少啊？不到2万。哦，不到两，你等。哎，你等会儿吧，你等会儿。你干保安一个月不到2万，怎么了？你挣得太多了。不是，你准确挣多少？1600。1600。你等会儿吧。怎么了？1600都不到2万呢。到2万了吗？哦，那倒是没到，那倒是没到。别看我只挣1600啊，但是我很开心。你怎么还开心呢？因为我没有办法。哎，嗨，
认命，你是不是？哎呀，别看我挣的少啊，我住的也不好。哎，这都成正比的，照样开心。哎，行，就是开心。哎，行。